哦，我今天真是糟透了，怎么会拿到 A 减呢？我放弃了。这下面好玩多了，是不是啊？美人鱼人生是吧？5×20，我知道。数学可是我的强项啊。Hello， 应该是这间教室吧？我应该可以坐这吧？嗨，我的铅笔呢？哦，瞧这些鳞片，哇哦，该来展现一下魅力了。那 ，Hello 啊，宝贝，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嗨，哇哦，你待在那里别动啊！啊，你小心点哎，还真无理，我看起来没那么糟吧？哦，蠢豆豆，还有这些牙齿，难怪他被我吓到了啦！我需要一点外援。Hello， 啊，立刻啊！好，谢啦，现在就等着吧。Hello， 我有你的快递。嗨，希望是我的包裹。喏，祝你今天一切顺水啊！拜喽。拜，都在这里了。哇哦，是真的牙齿美白器耶！首先呢，要拿出凝胶，我需要超多的。接着呢，只需要咬住它喽。好了。薄荷味哎，有变白了吗？哇哦，超闪亮的啦！接着呢是美肌工具，但愿它能够除去痘痘喽。来，开始吧！哇哦，还真痒呢，哈哈，清掉吧，感觉不错呢。喏。哦，可不能忘记了鼻子啊，效果真不错哎！啊，这些都是我脸上的脏污吗？这东西还清得真深层呢，但还没完呢。你看看这堆脏污呢，但重要的是我看起来怎么样呢？这也太不搭了吧！他哪里有病啊？等等，那是同一个女孩吗？嗨。哦，哇哦，哎，你喜欢这个吗？这可是真金呢，知道吗？真棒的一天呐！啊，大卫在跟谁说话？哦，她还真漂亮。哼，我永远都不会跟人气美人鱼一样美的啦。我有正确的化妆品吗？我需要更缤纷的东西。或许我得要跳脱框架思考。渔网袜就是它了。我准备好来改变喽！我的头套得下去吗？套上去喽，该来点颜色了。渔网可以当做模板，用美妆刷在裤袜上面点一点。当然得要有美丽的颧骨喽，再加上一层颜色，接着见真章喽！哇哦，真美耶！整个正爆美人鱼，对不对？但还没完哦，一点亮粉，效用无穷。这可以让颜色变得超动感的，用美妆刷轻轻的点上去。接着来加点珍珠，真正的海洋珍宝，越多越好哦。但是要获得关注的话，我还需要这个小家伙。闭上眼睛了，这个造型超级鱼的啦，当然是好的那种啦，但没有亮粉就什么也不是咯，毕竟我可是美人鱼嘛，这样很难不注意到我吧。至于诱惑的丰唇，就来点珍珠粉唇蜜吧，超甜美的啦。这就是我想要的造型，祝我好运吧！这是我的猫咪小胡须，它超好笑的啦！哇哦，好哎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大卫，他人跑哪去了？他在跟别的女生说话。哇哦，这真讨厌！那些鱼真是突出了你的眼睛哎。这个作业我肯定满分的。
好喽，该闪人喽，欢乐的海洋等着我嘞。哎，我能帮你拿包包吗？给我吧。Oh no！ 给我吧，没关系的，我坚持，我可以的。我来，别闹了。啊！这认真的吗？这是我最爱的包哎！哦，糟糕，我真抱歉。不，你别碰我啦！真的好对不起他哦。如果用那个渔网怎么样？好啊，你等着啊，安妮，我得来做个背包。我需要超多热熔胶的，这得放在网子基底。好喽，接着呢，再来点热熔胶。整条都涂满以后，把网子尾端粘上去，然后折起来包住，在中间用个打洞机，把金属放进去，用打洞机用力压紧，沿着整条的带子重复的做，然后呢，把绳子给穿过去，好好的拉紧，接着绕圆涂热熔胶，沿着边边涂哦，然后把这块粘在上面，接着是最后装点，系上带子，这样就好喽。啊，讨厌！哦，安妮，你需要新的包包吗？啊，你做这个给我，超美的耶！谢谢啦。让我还是算了吧。好哦。嗯哼。哦，都午餐时间了，感谢老天。但我的食物呢？哦，讨厌啦，我的也空了耶。讨厌！啊？上面和人类，好啊，我加一。要出去了吗？哇哦，上面真棒哎！Yes， 但这能够让它更赞。我的魔法灵药，干杯了！啊，好喝，给你。好啊。哦，有够酸的啦！啊，瞧瞧这个腿，超赞的啦！这边，这边，这里评价超棒的。哇哦，好哎！哈哈，等等，哎，这边呢？好好享受午餐啊！太感谢了，这是我想象的那个吗？哦，我要吐了啦！回来啊，把这些拿走。哦，我马上处理。我们怎么能够吃我们的朋友啦？请好好享用，谢啦。哦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真逗趣，真有意思。应该没关系吧？味道也挺不错的，我喜欢。啊？哎，你看那边啦！啊，原来要剥皮啊！这食物长得真逗啊！真不错啊，真丢脸！哈哈，你刚刚吃了皮耶，是很好笑哈、哦！安妮，你看那个女生在倒红酱哎，那个三明治长得真诱人！哇哦，那个红色东西肯定很棒。我干啦，有点刺激，但挺甜的。请问准备好买单了吗？我等着呢。哦，希望我贝壳有代购，来看看啊、哦。这应该行。什么鬼啊？我才不收贝壳嘞，钱呢？这就是钱呢？啊？不然用我的镯子好了。那给你。哈，哦，是真的，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啊。
赞呢！我超爱这地方的。好无聊哦。啊，嘿，大卫。啊？随便啦，我才不在乎嘞。好哦。你怎么了你？我不想谈了。等等，今天是大卫的生日，这些装饰是怎么回事？哦不，他完全没收到礼物哎。或许我可以做点什么送给他，但我也没什么东西了。马克笔啊，有了，看我快速的做个礼物。剪得好，用这个马克笔来当做指标，用布料包住，用胶水把它给固定好。然后拿点热熔胶涂在盖子上，在干掉之前粘些贝壳上去。这里用镊子更方便哦。接着你看，超赞的啦！嘿，大卫，这个送给你。啊，你记得啊？生日快乐吗？这笔超级无敌酷的，我真是超幸运的男人鱼哎！我会天天用这个的。哇哦！是错觉还是我真的变美了？哦，怎么回事？等等，有东西要从马桶冒出来了。哎，看起来挺暴走的。够了，看我亲手解决它。是哪有问题呢？希望这东西有用。真恶，这够干净吗？或许里面卡了东西。看我洗出马桶吸盘，怎么什么都没吸出来啊？啊，我只剩下这个了。看来只好用掉的了。希望里面的东西喜欢虫子，就靠你了，小家伙。哇哦！嘿，别咬着我的线呐！哇哦！啥？啊！美人鱼！啊！超怪的！哈哈！我知道有啥能用，该来点大改造了。好啊，斯凯，你想干嘛？喜欢我的妆吗？你做了什么啊？哇！干嘛？你睫毛太夸张了啦！天哪，别眨了！可恶！好哦，这太扯了！天哪，走开！我快要不行了！干嘛？我又不饿。朱莉，等等，不，停啊！风太大了！糟糕，那我知道怎么救你回来了。等我一下下啊！接着，等等，救援来了，接到了，我要回家了！天哪！哦天哪！加油，你快到了，朱莉！嘿，感谢老天！哼，糟糕，你想眨眼是吧？不，千万别眨眼啊！等等，拜托斯凯，别眨眼！什么？我的天哪！那睫毛真的太过头了。干杯！哦，来看看哦。怎样？Hello？ 哈？认真吗？嘿，算了。现在要干嘛呢？鱼？哦 ，Hello！ 干杯！鱼最棒了啊！我又无聊了。真美哎！这我应该能用一下。那啊，真美，这让我想到海中的日子了。现在我被卡在陆地上，
啊，还真快就没了。哦，等等啊，糟糕，杯子粘在我嘴上了。天哪！好啊，我回来了。斯凯 ，Hello， 斯凯。天哪，你对你的嘴唇做了什么啊？你得把它拔下来，像这样。加油，跟我一起用力拔。拔！天哪，还真不容易。干嘛？你干嘛这样看我？没事，希望那不是永久性损伤。我来帮你吧。这会有点刺激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适合你的，用这把刷子吧。底妆刷。干嘛？你干嘛不用口红？那好哦，完成了。回头聊啊，斯凯，拜拜。天哪，他到底是哪里有病啊？我做了什么啊？哦，天哪！你想拍个自拍吗？歪个头。哦，手放这里，很好，超可爱的，一定要上传。那其他的呢？你的指甲怎么了，女孩？真恶，有那么糟吗？这很不好。哦，这可不行，等我一下啊。该怎么办？如果我不行，或许能打电话求救。啊，还是算了。朱莉，你弄得我都头晕了。我还是自己来吧。你在干嘛？画画。哦，有了，这给我。美甲时间到，来帮你打造出新美甲。得做出正确的形状，很好，轮廓完成后就可以拿出笔来画画咯。等着看效果。当你有这东西时，何必跑美容院呢？轮廓快完成了，现在只要把它填满就好了。我用你最喜欢的形状呢，斯凯。天哪，你肯定会爱的。好了吗？那喜欢吗？你有鱼指甲咯。哇哦！你可以晚一点再谢我。做指甲还真辛苦。你去哪呢？你在那干嘛？陪我朋友而已。那？哈？哦，我的鱼。嘿，你想怎样就怎样吧。好多了，我真的得走了。哦，都没了。总之，我刚弄到哪？很好，上完厕所了，真有效率。好啊，我好了。你在睡吗？哈？怎么了？我在哪？朱莉，干嘛？你头发乱爆了。你可不能这样出门。等等，该来抚平你的乱发了。开始。不，还没完呢。我会梳好你的乱发的。现在坐好别动。可恶，叫你不要动了。朱莉，这声音真不妙。我最爱的梳子，给我。拍死啊，拜了，我亲爱的梳子，你曾对我这么好，我会好好记得你的。安息吧。真难过，但我还没完呢。有看过这种东西吗？这才像话。接着是这个。哦，真怪。好啊，好多了，相信我。顶多只能这样了，真遗憾。怎么啊？没事，
除非……我知道有啥能帮你了。准备好雷点魔法了吗？卫生纸卷，像这样卷上去，甚至不需要加热呢。来看看有没有效哦。你觉得呢？是不是美爆了？因为感觉啊，真的美爆了。哇哦，超赞的哎！真希望我也有这样的美法。哦，这真的是我见过最美的了，超完美的。